一篇文字，一首歌，一种声音，一份私藏。欢迎收听静波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静波。一份食品让我尝一尝，然后决定是否来推广它，叫轩妈蛋黄酥。然后早晨呢，我们一家就把它当成了早点，吃了之后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，口感如此之好的蛋黄酥推荐给大家。大家丰俭由人，买不买无所谓，听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过去吃到的蛋黄酥呢，就是感觉一层酥皮里面一个咸蛋黄，但是这个呢，外面的酥皮有浓浓的奶香味儿。我一看资料啊，原来它用的是进口的安佳黄油来起酥，比传统的猪油更为健康。然后下面一层是日式的雪媚娘 Q 弹拉丝，口感非常的好，还不粘牙。那另外呢，接下来就是它有四种口味的馅料，再往下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咸蛋黄。过去啊，我吃到这个咸蛋黄的时候就感觉不是特别好，因为特别噎人啊，而且感觉挺腻的。但这里面这个咸蛋黄呢，口感潮乎乎的，沙沙的，很容易入口啊。原来它的制作工艺呢，是把一颗整的咸蛋黄打碎之后融入了安佳黄油，所以吃起来既有奶香味，唇齿留香，这个馅料呢也不会腻。不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定制了四种口味的套装，包括紫薯、榴莲、绿豆冰沙、桂花，一共是八枚组合装，原价67.8元，我们主播的价格是57.8元。如果您感兴趣，可以在本期音频播放条上方的购物车当中找到这款产品。我还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荐一款食品，因为真心觉得它挺不错的，值得大家去尝一尝啊。如果你喜欢就看一看，不喜欢呢也没关系，来听下面的节目就好了。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泰戈尔的一篇文章，如果你明白这些，就在余生尽量让自己快乐。一起来听。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活着，长生不老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存在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。我们的生命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沉重包袱，我们的人生道路也不该成为一个漫长曲折、充满荆棘的艰难旅程。即使是一位孤独的诗人，也不必老是反复吟唱那首过时的歌谣。用鲜花编成的花环，终有一天会枯萎凋谢，会失去往日的色泽与芬芳，会走到生命的终点。可是编花环的人生不应该为此而久久不能释怀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，那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。那和谐完美的乐曲，正是因为末了的戛然而止，才会产生绵绵不尽的意境。要想永远沉浸在夕阳温暖柔和的光芒里，那就只有追随着夕阳，跟它一同沉落到地平线以下。难道非要把爱情从两个人欢愉的嬉闹中拽回来，让他尝尽苦涩的滋味，让他的眼里充满烦恼苦涩的泪水吗？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，
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。不要在收获的季节里等待了，我们赶快去采摘田野上的花朵吧，否则那些盛开的花朵会被大风吹得四散零落，淹没在尘埃里。不要再在恋爱的季节里徘徊了，赶快去向我们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吧。爱情的滋润使我们的双眼炯炯有神，使我们的身上迸发出朝气和活力。我们的生活是积极向上的，是热情洋溢的，我们的内心对生活的热望是强烈而持久的，因为我们明白，相聚是短暂的，生命是暂时的，谁都不可能永生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，那就尽量让自己快乐吧。时间就这样一路的飞驰而过，它不会等我，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，拼命地挥舞着双手，却始终什么也没有抓住。我多想完完全全地把握一样东西，或者把它永久地珍藏在心底，或者干脆把它抛弃。一分一秒，我的梦想藏在裙子的每一个口袋，时间就这样流失，那些梦想还在那些口袋里。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，因为它只给了我几个快乐的日子，我把它们同我的爱人一起分享。如果让一个人的生命里充满着辛苦的工作和劳动的话，那生命倒是变得无穷的冗长了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，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。假如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，那我相信生活就一定会是幸福的，因为美的东西同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它们踏着相同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。假如我们的头脑里充满智慧，那我们的生命一定是宝贵的，因为我们总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补充丰富自己的知识。可是这一切又怎能在平凡的人世间一一得到兑现呢？永恒的完美与完善应该是神光普照的神圣天堂里才能够得到的吧。我们在尘世间幻想的永恒，或许只有等到我们有一天回归到极乐世界里，才能真正的看见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。一张褪色的照片，好像带给长长的过道两边。
子依然升起了炊烟，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，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，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，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，现在已经回不去，早已流逝的光阴，手里的那一张借条，模糊不清的车票，成了回忆的信号。忘不掉的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想不起当年模样，看也看不到，去也去不了的地方。也许那老街的墙是属于我的忧伤，嘴角那点微笑越来越变黑脸颊，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放不下休息片段，回头望一眼已经很多年的时间，走过手指间爸爸的节目，点赞订阅哦。